南希。哎。嗯。坐。因为你刚来嘛，我就先给你提示几个哈。你在面试的时候受了好多的表扬，对吧？哦，还好吧。但是呢，丑话说前头，不是说你们进来是比现有的同学都好。一共八个人，你们俩现在是第七名和第八名。哦。你的内部汇报 OK， 但不如面试。整体感觉呢，就是像学生水平的，那个水平离专业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。你要切记高开低走。天哪！我要听到这种话，慌死了。你这个心态得放平。嗯，明白。好吧，这茶谢谢史律师，你拿走喝了。好的。好吧。谢谢。好，谢谢你啊。我对任何事都特别的乐观和自信，总结来说就是优秀。大家在第一次发言的时候尽量要控制一下时间，时间太长的话呢，其实对我来说呢，你就是一个胆怯的行为啊，在我们这个心中是要减分的啊。方便把你那个反垄断的 PPT 再借我看一下。好，可以。